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凡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秀秀主攻，又是一款三国手游啊，又是三国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角色有点像英雄你好狗。那旭哥来分享这个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、最强的手抽阵容、最强的开局。那先在片头分享一个给大家，这是官方推荐的吕布加貂蝉。这个群雄吕布加貂蝉，貂蝉还蛮可爱的。吕布加貂蝉，那旭哥有抽到很好用的神角，500%的这个攻速 buff， 超屌。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还有这个史上最多的里巴马将最新的隐藏版序号，这个是官方推荐的神角搭配吕布 buff， 吕布貂蝉啊。这个一定通常都会这两个搭在一起，很多三国手游基本上这两个搭都很猛。那旭哥抽到那一只超神的，这个影片有啊，算是运气不错，金色神角啊，算是最强的核心 buff， 超猛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攻略，礼包嘛，旭要跟着旭哥领起来，独家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呢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了，这个 Q 版的手游啊，大耳贼，这个动画蛮可爱的，好像英雄你好狗，它这个画风超像英雄你好狗的。续主攻，反正现在的手游很多都有87%像啊。那这个是塔防的，这跟运气拼输赢也是蛮像的啊。现在手游真的都超像，刷新啊！来，刘备上来，皇叔来了，皇叔有什么双股剑？月音加强版，刘备加强版，哎，轻松获胜，秒杀了。接下来对战啊，跟这个黄色小鸭，孙乾再刷新一下月音，月音有 A O E， 刘备可以有羁绊了，不错，这个有 buff。增加我方的一些输出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曹操好了。曹操，曹孟德，黄月英，他这边有讲这个 A O E 输出。来，曹操，孙权也来一下好了。吴国核心，直接用核心神角。现在每一国的核心角都有了。buff 起来啊，加个黄盖好了，每个都用一下。孙权 buff 一下，轻松获胜，秒杀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阵营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的这个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下方，最左下方一个兑换码，点进这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就是礼包码、虚包码、序号、CD key、礼品码。就在这边输入我们的礼包码，就是兑换码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VIP， 然后666。那等一下会讲一些隐藏版序号的拿法，这个游戏可以去拿一些隐藏版序号，要透过一些独家的方式 ，VIP 666，在画面中间输入这个兑换礼包，这边就可以拿这个礼包码 VIP 666，就这样兑换。这边可以拿到银币、曹彰、曹洪，还有黄盖，爽！哎，还有王允呢，
攻心为上，五雷轰顶。好，接下来呢试一下其他的777，777不行了，哎，那就888吧。这边有元宝、李典、乐进、孙权、周仓、曹彰、韩当，还有曹洪、李儒、黄盖、王允，哦，还有甄姬耶，哇，爽你一波啊！还有庞统、黄月英，哇，超爽！哇，给这么好，不错不错。999试一下，好，反正已经爽拿一波了。好，最爽的福音。那到 Facebook 啊，官方的社群，还有一些隐藏版的需要，大家可以去拿一些。点这个画面右手边，这边有一个 FB， 还有 Discord， 他们这边都会有一些隐藏版的需要，在官方的社群啊 ，FB 还有 Discord 这边可以拿到隐藏版的需要，这样。这边特别讲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去FB 还有社群拿这个福利，隐藏版需要拿法这样。接下来就是一些狂欢，开服的话呢，签到有拿这个随机的金卡，直接拿金色神角，还有纸卡，三天就有金卡可以拿了，七天还可以再拿一次，所以这个神角是可以免费拿哦。刚拿一堆紫色神角，那这边碎片拿到武将，还可以再累积经验，这边有没有？有积分。然后限时活动，这边可以拿到一堆资源，这个武将的资源领了一堆，福利蛮多的。这边也有这个武将，可以拿到吕林奇，输出神角吕林奇啊，这个是赛季奖励。然后这个宝箱，就拿到孙权。是往下，这个只要解这个赛季就可以拿到了，包含像是孙权啊、鲁肃啊这些神角都可以免费拿。赛季的挑战，来，这个福利不错。然后看广告还可以拿一些奖励，这个是副本，然后可以去抽角色，这边有一些礼包，然后精选的。免费的记得拿一下，又拿真机啊，一送真机。这边免费的有潮人，然后这边特权也可以拿到，哇，又拿一堆角色，角色送很多哎，算是福利开局福利还不错的东西。然后来抽一下角色吧，看广告也可以抽，大家也可以看广告抽，这样还不错。好，开抽，再来，好，哎，不错，爽抽一波。那刷完你脚不满意的话，账号砍一砍，还可以再重刷。哎，金色神角入手啦，郭嘉最强的神角，金色的，这个有 AOE 输出，然后。全体的攻速 buff 哦，这很强哦，直接 buff 500%、欸、哇，郭嘉这个神 buff 啊，不论是 AOE 还是什么都很强哎、欸，这个很强的魏国的神角，哇 ，buff 500%基本上应该是必备神角啦，刚好被旭哥抽到，超屌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分享到这边，最强的神角入手啦，超爽。完全免费啊，而且拿了一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卡组，拿一堆哦，这边超多了，这都免费了，超屌。郭嘉真的不错用啊，神啊，这个500%的攻速 buff 真的太屌了，这个核心辅助，这个太核心了吧，太屌了，这个超神 buff。好，那游戏抽运还不错，分享给大家，那我们就。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的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